今天去了越南找饭。哎呦，就饭每天都就饭，老板你省钱干嘛？省钱干嘛？我知道了。省钱干嘛？等一下告诉你。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们在这边在炒饭，看一下。那这个炒饭是机械自动化的，上面安了一个马达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那边是在炒粉。哇，我们的牛肉饭到了。这么多牛肉够你吃吗？够了。真的，4万这么多牛肉。对啊。这么多牛肉不要省钱了，老板。4万你够吃就好了嘛，嗯，该省省一点，反正我们够吃就好。对，那你说吧，你省钱干什么呢？哦，省钱干什么？对了，上次你不是说这边有个孤儿院嘛，然后我跟云云商量去看一下越南孤儿院是什么样的，也顺便买一点礼品哦，对吗？最好没有最好，就是看一下嘛，也不用讲什么那个，反正我们去看一下，等一下买点礼品，买点糖果，好吧，云云，我们吃完饭就出发。 OK， 好的。嗯，也得也带大家看一下越南的孤儿院是什么样的。 OK， 好的，我们先吃吧。吃饭你看他等一下拿走了，他就偷吃几口了，你看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现在我们去买一点东西，去看一下孤儿院的小孩子。走，我们会买很多啊。嗯，买多一点啊。拿点奶，我们拿就奶几箱啊？五箱。各种各样啊，各种各样拿吧，拿一样就好了，拿一样就好了，不要买各种各样。那边都是小孩嘛，买点糖果棒棒糖什么的，是吧？对，来吧，棒棒鱼，棒棒鱼，棒棒糖，众筹棒棒糖呗。笑死。那买点棒棒糖吧。好的。嗯，棒棒糖买个五大包，买他们福利院85个小孩嘛，一定要超过85，懂吗？嗯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哦。哦，对，这大包的拿几包？哎，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个好吃一点。OK 什么多买点，买多两包。好了，五包棒棒糖。棒棒糖。嗯，买多买，拿一点，小吃。果冻也拿点，对，果冻哪一种就好了，对，哪一种，来，好，全部拿一种，搬过去。帮我看看这个，打开的不要，去吧。啊，五香奶，搬好了，这奶挺好的，放好。奶吃一点这个，小孩子喜欢这个。小孩喜欢吃这个啊？看一下，我是小孩，我喜欢吃。你也喜欢吃？是小孩喜欢的。拿一百包。100包。嗯，85个小孩嘛。100包。OK。对，拿过来了。哪一点呢？个饼干。哦。这里面有多少个？这个有。一盒几个？11个。嗯。那拿10盒，一样拿10盒。这样。这样10盒。嗯。现在搬上车。10站。刚好把这个后备箱装满，还有饼干。这么多。嗯，不多。不多，还有一个，等一下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他全在拿了。OK。对。走。全部齐了。对。走，先出发。刚好差不多，后备箱。可以，走，来，老板，你这干嘛呢？给我钱吗？给我，不是给我，这个是给管理员的，给他们也买一点东西吃一下。啊，要给管理员？对，小孩买了，大人也要给点啊，意思一下嘛。嗯，这么好呢？没关系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去。到了，我们现在到了。到了啊，我看你挺开心的，来这里。平时都讲喊累的，今天坐一个小时都没喊累。可以啊，云云。
哇，到了到了，这边看到一个大教堂。过来过来，快暖点多。哎，有人来接我们了，阿姨来了。我们到了，明明他们还在这个读书是吧？这里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都是教堂的。听到咿咿呀呀的读书声了。现在我们搬东西，给他们搬东西进去。来，云云，全部搬进去。嗯。那你来吧，你我帮你挂菜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们现在搬进去，在里面。还有很多。还有很多。哦。家那边好多小孩呢，他们下课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很开心啊！哇，还帮你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可爱的啊！你帮他一下，帮他一下，帮他拨一下。你看那小孩子看到我们很开心啊，很多小孩，你看看，这都是小小孩子的福利院的，这都是那个孤儿院的，都在这个教堂学习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在读书，这些都没读书的对吧？啊，还小，还没读书，还小啊。哎，这个阿姨说听话的就给一个，这个小小的挺好玩的，这个小孩还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抱着这个姐姐不走了啊，云云在发，他们拿到好吃的，好开心啊！连连看一下，他说是说什么了？他说谢谢你，谢谢我，哎，这个小助理。哇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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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是谢谢我嘞，不用客气，我们以后会常来的。还有很多在读书，我们买了，这些是没读书的。明明再发牛奶给他们。别掉了，别掉了。唱歌给我听啊。集体唱一个歌，哇，真棒真棒，可以可以，哇，他们在玩游戏，还可以，他很开心，这小女孩，不过这个小女孩长得很好漂亮哦，很像你啊，很像我，那怎么办，我们拿回去当女儿吧。好开心啊！好开心啊！
仙仙在帮他剥，把这个小男孩。他多大了？圆圆，他多大了？小腿啊，这么小？哦，脖腿还有点小啊。哇，这。这两个小女孩真漂亮。哇，圆圆，这个小孩好喜欢你啊。这个小孩圆圆跟他这么快就玩到一起去了。要不要圆圆看一下，这不是他们睡觉的地方。我跟别人等我的呢就他们晚上在这里睡觉，晚上在这里睡是吧？对。哦。给你们看一下小孩睡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分发到每一个教室去。哦，云云给。这个是给大人的，给大人的。嗯，给大人，给他们去。想买什么买什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些搬过去，给他们分好，每一个教室，85个小孩这边有。现在我们去，对，去分发。Hello， 你别客气呀。哇，21岁了。好多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别急，来了来了，别急别急，别急啊！啊，这边还有山歌。对，这些都是好多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啊。刚刚那些都是小一点。他们这里只能喝奶的，还有吃粥。吃粥啊？哦，不能吃饭。那你去你去你去，我来拍你啊，你在这儿了啊。哦，很运气，云云给一点给一点，这也不太方便啊，行走都挺可怜的啊。他们看到很多只的马跑过来了，你看你看，亮亮亮亮，快点过来快点过来，快点，有好吃的全部跑过来。他就叫了。这边好多小孩在帮忙舀水。全部过来拿小吃的，每个人分给他们啊。云云去分的。对。这些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再分。哇，他们两个成为好朋友了。他们两个跑来跑去看看。
这些小孩在舀水。对。再把水舀出来。这个小孩又叫他过来玩了，因为他爱上你了，完蛋了。咦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中国叫什么？丁丁，这个我们就叫他小红吧。以后，中国看他像一个红色衣服，小红好漂亮啊，喜欢上云云了。这个小红一直跟云云在一起，还喂他吃东西，他好喜欢你啊，云云。有，你看这个抱着我这里。云云带回家，把它。云云。看这里，看着云云，看这里。挺好，挺好 ，OK。又是你玩捉，又在玩捉迷藏了。这个小女孩这分蛋糕给她吃，这个小女孩漂亮啊。Hello， 在哪子？走啊。OK。最后来他们的这边看一下会堂喝茶的啊、哦、来喝点水吧，这里哦，这里他是准备建设的是吧，准备建的孤儿院的，正在建的地方很多，大家可以参观一下，是教堂，教堂中间教堂啊、哦、那边是教堂，这边都是孤儿院，他们还福利蛮好的。我们拿一个宣传册，下次好来的时候找得到路，知道一下他们这边的一些文化和地址啊，给谁？中国哦，谢谢他说谢谢我是吧，嗯，空商空商，以后我们会经常来的，跟他讲有时间我们就来，拜拜了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对，这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你们以后要开心一点，你看这么多困难的儿童都需要帮助，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好吗？还有家人们、粉丝们都要快快心心、快快乐乐。